加绒加厚的法兰绒睡衣，竟然才39.9块。咱们先看视频，小妹们啊，赶紧给你们老公去抢这套才30多块钱的法兰绒睡衣啊！可不要看人家便宜啊，它这个整面做的都是这种法兰绒，软绵绵的，摸着都特别细腻，而且做的是双面绒的啊，所以穿着啊就像裹个大被子一样，特暖和。买回老子奶看看，它这个摸起来很柔软啊，很舒服，滑溜溜的，里外全都是这种绒毛。咱先看看它掉不掉绒。啊，并没有掉绒的情况。再看一下裤子，啊，裤子也不掉绒。咱先看一下它透气性怎么样。透气性没问题，裤子也没问题。咱用钢丝球戳一下，看它会不会起球。戳了50下，并没有起球和掉绒的现象。咱上身看一下效果啊，它这个穿的真特别得劲，然后特别亲肤。看一下侧边、背上，然后保暖效果也不错啊。现在-11度，咱测一下里面多少度啊？-15度。它这个质量很好啊，它不像那种劣质的就直掉毛那种。你看它这个怎么扯都不掉毛。咱现在给它洗一下，看它有没有掉色、缩水、变形的情况。再放俩吸色片啊。Later. 已经洗好了，咱奶看看。啊，并没有染色啊，不掉色，也没有缩水，也没有变形。咱把它晒干了再看看，已经晒干了，家人们，并没有变形、缩水啊。商家说他这个做的是福利款，趁现在便宜，赶紧搂吧。这个穿上真的老得劲了，可以推荐。